迎收看名人名曲模仿大赛。不是不是，怎么叶爱玲又回来了吧？哎，奇怪，那还没关系啊。感觉上好像刚刚是阿盖拉在跑来跑去。是是，我一听这音乐，就赶快就直觉就表演下去了。那当然了，那不能还给你选择还得了？刚刚这个模仿是叶爱玲点的啊，代志大条啊。那这嘴巴剩下啊。叶爱玲艺术是讲，你安尼根本都介意就是讲有小看有闲。是是。但是伊讲伊本人无叫你三八。嘴巴太大了一点。三八三八。就叫他 Q 死。所以叶爱玲，你到现场来了，你要小心一点。哎呀，这得罪人得罪人。哎呀，来来，各位朋友，热烈的掌声欢迎叶爱玲小姐。是的。哎呀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叶爱玲小姐，那当有关安尼啦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叶姐，您一定要包含了，包含了。哎呀，这是他是因为为了要模仿，表示这个达到模仿的效果嘛。我干滴滴当的。哎，小气的小气的。你个看麦姐，那是什么人啊？哇！哎呦哎呦，张秀清，张秀清的，哎呦。大家好。哎呦。搞得我还以为真的叶爱玲来找我算账。哎呀，刚刚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，谢谢，简直就是叶爱玲，是不是？翻版嘛，真的。哎呀，制作单位真的脑筋太好了。嗯，这不请想到请这个张秀清来模仿叶爱玲。对呀，哎，没事，操团，秀场中啊。张秀清模仿叶爱玲是最像的一位，真正最像的一位。谢谢。听说就模仿这个叶爱玲啊，穆台定用四处的邀请啊。刚才某红街的探了三间出来了。哎呦，靠模仿叶爱玲算了三个房子了。真正叶爱玲好像自己才买了一栋嘛哈。他还在分期付款。哎呦，郭田公张秀清模仿叶爱玲有多像，对不对？他说他本人说叶姐说他要跟我六四分账，他要六。要抽版权。哦，对对对，刚刚看走路就知道了。哎呀，这个还是他的服装。这整套都是他的。啊，真的吗？他干脆就送给我这样。送给你的，这裙子也是他送给你的。对啊。我还以为是那个佛，我以为是那个佛髻，有没有？你可能去那里面捡了一件出来穿。他模仿叶爱玲的，客人来比较一下，完全味道不一样。今天来的时候一定要。